主题。因为我们认为说成绩不是最重要的，我们希望能够改变家长的想法，让他们知道说，在这个多元的社会中，才能也是很重要的，成绩并不能代表。想做这个问题是想说，想了解大家家长对于课业的看法，因为我自己的家长是比较注重各方面的发展，不是只有课业，所以想说借这个机会可以了解家长的想法，然后看有没有办法去跟他们做一些沟通。为什么要做 DFC？ 就是 DFC 要做这个问题，应该是因为我很好奇别人的家里为什么要就是管成绩这件事，因为其实我们家好像没什么在意这件事，所以我想了解为什么别人的家庭跟我们家的状况不一样，然后理由还有原因，以及就是这样会不会造成他们就是学习上很痛苦。父母亲帮忙填就好。啊，你们不要太离父母亲工。